2021年4月30日，陕西泾阳大堡子汉墓群的考古工作已经进行过半。由于频繁发现盗洞，八个月来，考古队员大都在失望与遗憾中度过。直到北二区 M68号墓的出现，大家的情绪才好转起来。十多天过去，考古队员在墓室外围清理出两件疑似装酒的青铜壶，一件用来煮肉的青铜鼎，12个姿态各异的陶俑，和一个被推测为用来放斧的三角铁架。看来 M68号墓是一座未被扰动的墓葬。器物丰富，墓主人的身份也很特殊，还会有什么发现，有待后续清理。现场发掘一刻未停，竹签在泥土中一点点试探剔除。不久，新的线索出现了。镜子周围呢，清出来了一些朽灰痕迹，它基本上是围着镜子成一个长条形状，所以我们就推测，当时这个镜子应该是装在这样的盒子当中。古人讲究视死如视生，或许这块镜子曾是墓主人的珍爱之物，生前就细心保存，死后还要将它带在身边。盒中还会有什么？考古队员细心清理，希望找到更多信息。在距离第一面铜镜约2厘米的地方，
又出现了一面铜镜。这面铜镜比第一面要小很多，虽然锈蚀严重，但做工却更精良，连背面的莲壶纹和盘螭纹都纤毫毕现。仔细观察，考古人员在镜子正面发现了一片斑驳的残留物，残留物的中间颜色和绿锈相似，边缘泛黄，这会是什么？突出的是它的正面呢，我们发现了疑似纸的痕迹。纸是中国古人的杰出的发明，方便了文字的书写和记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东汉时期，蔡伦用树皮、麻头、旧布、渔网等材料造出了笔简轻便、笔尖薄便宜、适于书写的纸张。由于应用广泛，被称作蔡侯纸。蔡伦造纸是在东汉， M68 号墓的年代是更早时期的西汉。铜镜上这比蔡伦造纸还早200年的残留物会是纸吗？初步判断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外观的话比较像这个类纸的物质，可能只是一些麻质的纤维做的有点像纸的样子，所以说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它们不是书写的纸，但是可能是一种包装纸，当然这个纸要打上一定的引号。铜镜上的纸比东汉蔡侯纸早很久，或许质量有一定差别，但在那个时代能使用纸的人身份也许并不普通。 M68 号墓主人会是怎样一个人呢？他至少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比如说他在这个随葬铜镜的时候会小心翼翼地用纸把它裹上一层，然后再放到夹子里，这应该是生活水平、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水准的人才会慢慢会注意这些细节性的问题。两面铜镜，油纸包裹，收入何中？或许只有衣食无忧，墓主人才由此闲情逸致，对生活如此讲究。更多关于墓主人的信息正在被发现。向下清理不久，竹签再次触碰到泥土中的器物，会是什么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掉表层浮土，露出了一个圆形的铜钱。这枚铜钱圆形方孔，一面锈迹斑斑，一面有清晰字迹，半两。铢是一种重量单位，秦汉的时候呢，一两等于24铢，所以我们一般说是半两钱呢，其实是12铢，在秦的时候。那么我像我们这个墓出的呢，更倾向是4铢半两，也就是它的这个重量呢是4铢，前文写的是半两。公元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规定以外圆内方的半两钱为全国通行货币。西汉初期，货币虽沿承秦制，仍用半两。为了通行轻便，减小了重量。这也是 M 六十八号墓出土的半两钱，重量仅为4铢的原因。
考古队员根据以往经验推测，墓主人应该不止陪葬一枚铜钱。竹签和毛刷继续在泥土中寻找。半小时后，惊喜出现。泥土之下的铜钱竟有数百枚。这些铜钱大小相同，重量相当，全部都是四铢半两。朱英培希望借助这些四铢半两钱，在史料中找到墓葬对应的时间。四铢半两的发行呢，这个文献的明确记载是文帝的五年，而到了武帝的元首五年呢，文献也记载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所以它这个半两的流行有一定的时代区间。汉文帝乾元五年是公元前175年，这是四铢半两钱流通的初始时间。到汉武帝元寿五年，公元前118年，这种四铢半两钱至少流通了50多年。M68号墓主人可能生活在这一时期或者之后。他将生前的财富带入地下，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仍然富足。对应历史，探索未知，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发现呢？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清理到墓主人左手位置时，填土下出现了墨绿色的圆形，这是一件玉器。刷去浮土后，整件器物清晰可辨，这竟是一只动物。我发现它其实是一只小猪，它的这个无论是鼻孔呀，还是耳朵，包括它的尾巴呀，其实都能清晰可见，整体的样子比较形象，憨态可掬。玉珠色泽清亮，耳朵紧贴头部，眼睛张开，尾巴贴臀下垂，大大的鼻子伸向前方，耷拉着脑袋，四肢俯卧地面，一副惬意又慵懒的样子。从发现的位置，考古人员推测，这玉珠应该是手中所握。古人认为，人死后不能空手而去，要握着财富和权力，所以手上通常会握着珍贵的玉器，这被称为玉握。 M68号墓主人左手有玉握，那右手会不会也有？在右手位置，考古队员用竹签挑开泥土，用刷子细细寻找，果然一件玉器出现了，依然是一只玉珠，和之前的玉珠大小形态相同，在泥土的包裹下通体泛红。两件玉握都被雕刻成猪的形态，那么多动物，墓主人为何偏爱猪呢？猪它本来是这个古代我们非常主要的一种家畜，它同时象征着财富，
那手握珠呢，也就是这个美好的愿望，说我这个即使在逝去了以后呢，我的双手还是握着满碗的这种财富。玉握珠寄托了墓主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向往，手中握玉，其他部位也会有玉吗？好奇心驱使着考古队员继续探索，发现接踵而至。在墓主人左耳附近的填土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件白色玉器。这件玉器呈柱形，两端大小不一，长度约2厘米，通体素面，玉质清透。这会是什么？还未来得及思索，考古队员在墓主人右耳位置也发现了相同的玉器。它这个散落的位置几乎在人的耳边，所以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人的耳塞。耳塞是人死后用来塞住耳孔的器物。古人有炼玉的风俗，玉塞的作用是堵住墓主人的窍穴。汉代人他相信这个人的几个窍塞用玉塞了以后呢，它会防止尸体的腐朽，所以我们在汉代墓当中经常能见到这种窍塞，有叫七窍塞，也叫九窍塞，就往往会把人的眼、口、鼻、耳，包括这个肛门的这些部分呢，都会用玉把它塞住。古人认为，人死后借助玉的灵性，可以封住窍穴，使体内精气不泄，从而防止尸体腐朽。汉代人还在前人葬玉礼仪的基础上，发展出形制相对固定的玉炼具。2018年10月，在洛阳西宫汉代大墓就出土了一种独特的玉炼形式，玉温铭。1968年5月，在当时的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出土了一件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金缕玉衣。考古队员从大堡子 M68号墓成对出现的玉握珠、玉耳塞推测，这位墓主人也很可能有相对完整的玉炼具。清理的重心转移到墓主人头部位置，土层在毛刷的清理下一点点下降。很快，考古队员的猜想应验了。在墓主人头部位置又出现了一对白色玉器，然后这一对玉器呢都是插在人的鼻孔中间的，所以通过它这个位置呢，我们推测它应该就是鼻塞。这对鼻塞与耳塞的形状相同，只是略显粗大。一对鼻塞，一对耳塞，M68号墓主人会不会还有其他玉窍塞呢？继续往下清理，不到一刻钟，考古队员在墓主人口部位置又发现一件玉器。它的大小基本上是我的大拇指这样的一个长度，它这个我们看它雕刻的形状呢，基本上是一个蝉形，甚至能看清楚蝉的翅膀、蝉的眼睛这些部分，非常的生动。这只玉蝉的雕刻简练流畅，轮廓分明，肚子圆润，蝉翼清晰，脊背隆起，眼睛呈八字外凸，注视前方。和鼻塞、耳塞的素面不同，墓主人口中含着的玉器
被做成禅形，源自一种古老的崇拜。蝉是生活在温带至热带地区的一种昆虫，民间俗称知了。从地下爬出来的蝉幼虫，最终会脱壳变成飞虫。这个神奇的生命过程曾让古人惊叹不已。他们认为，这种独特的生命循环会让人拥有第二次生命。于是将玉蝉含入口中，希望死者也能转世重生，或者羽化升仙。一对鼻塞，一对耳塞，一只玉蝉，直到头部清理完毕，也仅发现这五窍玉塞。在之前考古中曾经出现的七窍塞、九窍塞，在这里只有五个。M68 号墓还会有别的发现吗？发掘继续。当清理到墓主人胸部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圆孔玉器。半小时后，这件玉器被提取出来。清理出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玉璧，它的直径大概有10厘米左右。玉璧是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周礼把璧、琮、龟、章、虎、黄等玉器作为六器或者六瑞。在中国古代，玉璧最初的用途是祭祀，后来成为贵族的配饰，是身份的一种标志。M68 号墓出土的这枚玉璧呈墨绿色，很薄，中间是类似蜂房排列的六角形纹样，边缘阴刻的线条似乎在勾勒着一种动物图案。仔细观察，这种动物呈回眸状，嘴部细长且带有弯钩，眼睛圆睁，头顶羽冠高昂，长尾翘起卷向一侧。虎儿在玉璧的中间这一周，然后外围呢有这个凤鸟纹。凤鸟也称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象征祥瑞。 M68 号墓葬的玉璧刻有凤鸟，有人推测墓主人或许是想借助吉祥凤鸟，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护佑。新的发现接踵而至，在距离凤鸟玉璧约3厘米的地方，又出现了一块玉璧。这枚玉璧明显小很多，周围有古文纹饰，中间穿孔较大。第二枚玉璧的出现，将信息明确地指向了当时的一种特殊葬俗。汉代它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葬玉习俗，像璧的话，最早它是礼玉之首，它有这样的苍璧礼天这样的功能。墓当中呢，一方面是寄托了这个墓主的美好的愿望，希望他的尸体能够永远保存；另一方面呢，因为玉璧本身有通天的功能，所以墓主人可能也希望通过玉璧，他的这个灵魂能够升仙。玉卧、玉塞、玉璧虽然数量不多，但依旧组成了一套玉炼具。以这些玉器随葬的 M68 号的墓主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清理加快了进度，手铲持续发力，泥土下又出现了一块玉器。只是这一次发现的玉器并不完整，我们在这个墓主人的大腿之间，也就是臀部向下这样的位置的，发现了一块碎玉，碎玉上面有一些小凸起，当时还不是很明白它是什么样的随葬器物。之前发现的随葬玉器大都完整，为何唯独这一件发生破碎？清理变得更加仔细，紧接着在这块碎玉附近又出现了几块玉器碎片，这些碎片大小不同，形状不同，碎玉处在墓主人的双腿之间，臀部附近，难道在这个位置出现的玉器有什么讲究？2016年，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墓在刘贺裆部的位置出土过一枚灰绿色古纹玉器，专家推测这是钢塞。眼前的碎玉出土位置和海昏侯刘贺钢塞的位置非常接近，会不会也是同样性质的炼狱呢？考古队员尝试对碎玉进行拼接，找到背后的真相。尝试把它们拼对呢，发现不是一件器物打碎的，后来我们就明白了，它应该是属于墓主人随葬的碎玉这样的一个习俗。即使已经随葬了很多完整玉器，但依然要撒上些碎玉，古人对玉器的信仰渐渐演变成了丰富的葬玉习俗。两件玉珠，四个玉塞，一只玉蟾，两枚玉璧，诸多碎玉，这些随葬玉器显示着 M68 号墓主人身份的尊贵，但墓主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依然是谜，答案只能在发掘中去寻找。这是一枚素面建制，和上一枚结构相同，只是较为宽厚，方孔处残留着铁锈。出现两枚建制，难道墓主人会随葬有两把铁剑？手铲、竹签、刷子，简单的工具不断配合，很快
推测应验，铁剑出现了。残缺的剑断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等清理结束之后，发现它是从剑柄是打到人的肩胛骨处，然后剑身呢一直延续到人的就是膝盖处。这么长的一把剑的话，在这个时候是比较罕见的。由于破损严重，这把长剑被整体打包提取。直到提取后，考古队员才真正看清这把长剑非同一般。这个剑呢，它是一把铁剑，锈蚀比较严重，但是特别难得的是它这个剑的整个形制保存特别好。我们能看到这个铜剑首、铜剑格，然后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玉剑质。整把剑呢我们量了一下是1米26，这把剑应该是我们在这个大堡子墓地清理出来最长的一把剑。剑，古代冷兵器，开双刃，伸直头尖，剑尖激刺，能轻易穿透甲衣，极具杀伤力。墓主人生前是否也曾用这把剑上阵杀敌呢？其实我们根据最初的长度来判断的话，它可能是这个实用剑，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剑它锈得比较厉害，是否有使用痕迹，我们通过最初的这个现场观察不是很能清楚。天色已晚，疑问暂留心中，更多的问题等待考古队员下一步探寻。第二天一大早，对 M68号墓的清理继续进行。考古队员紧盯着填土，不敢放过任何细节。黑色的锈蚀不断出现，竟是两把长短不同的铁剑。由于破损严重，考古队员只能将其整体打包提取。M68号墓的主人竟然有三把铁剑，这让考古队员十分好奇。难道墓主人是一位尚武之人？甚至墓主人曾经用它们保卫过帝国的疆土？清理还在继续，没过多久，墓室外围又有了新的发现。我们最开始呢是清出了这一块，就是一个尖尖的头，接着往下清理呢，整个兵器就暴露了出来。看它其实是这个是它的刺，然后这边是它的横枝。像这样的兵器我们一般叫它戟。戟是戈和矛的合体，也就是戈的头部装有矛尖，是一种具有勾啄和刺击双重功能的格斗兵器。三把铁剑，一件戟，四件兵器，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身份有了更进一步的推测。这也能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加上这个墓主人的棺材里面他随身还携带了几件兵器啊，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有战功的。Thank you.
也许这些兵器曾经陪伴着墓主人浴血疆场，保家卫国，在他死后也要将他们一同带在身边。遗骨清理即将接近尾声，此时考古人员清晰地看到了这位埋葬了2000多年的 M68号墓主人，发现他这副人骨保存得非常的好，基本上各个骨骼都能看见，小到像他的手指骨啊、牙齿这些都保存得比较完整。这个墓主人呢，他的头像是头向南，然后面向上，他整个长度呢基本上是1.75米这样的。皮肉已经腐朽，骨骼长度还剩1.75米，表明 M68号墓主人的身高应该大于这个高度。检测确定，这位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25到32岁之间，并且他骨骼较同龄人粗壮，膝关节处软骨剥离损伤，脚趾处有边缘性骨赘增生，这暗示着 M68号墓主人生前可能有较多的下肢活动。结合随葬品，考古人员推测，这位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武将。临近黄昏 ，M68号墓的发掘暂时告一段落。咸阳金阳大堡子汉墓的发掘，到了 M68号墓出现后，惊喜不断。精致讲究的铜镜，数量众多的4铢半两铜钱，象征财富的玉握珠，防止尸体腐朽的玉鞘塞，承载重生希冀的玉蟾，可以沟通天地的玉璧，保卫家国的兵器。随着器物的不断发现，墓主人的身份层层揭开。也许这是一位拥有战功的武将，同时他还是一位追求生活品味的人。他是谁？为何英年早逝？又有过怎样的人生？考古发掘仍在继续。